假如全球知名游戏消失，而你却保存了原文件。老板，给开台机子，再拿瓶饮料。啊，一共十块。哎呀，哎，这电脑这配置不错，3080的显卡。哎，刚刚怎么突然闪了一下？这电脑怎么只有扫雷呀？我去，这游戏真好玩。嗯，看看玩啥呢？哎，哥们儿，你这玩什么呢？这不好几年之前的游戏吗？哇塞，终极 BOSS 铁桶僵尸，太好玩了！哎呦，就这游戏，我8岁小侄子都嫌幼稚。走了走吧。哎，老板，你再给我开台机子吧，我有穿越火线呢。穿越火线？穿越火线是啥游戏啊？没听说。穿越火线都没有啊？那你给我开台有英雄联盟的吧？啥？英雄联盟？这我也没听说过呀。啥？单少，小伙儿，你可以随便去打听，咱们家的机子是整个市区最好的，蜘蛛纸牌、扫雷、3D 桌球，咱们家是应有尽有啊。哎，停！你这都是单机游戏呀，就没有网游吗？有，兄弟，你看我这电脑，最新款、最热门的游戏，嘿，叫偷菜。哎，我说，哎，人呢？我说，哎，我明白了，原来这个世界的知名游戏都消失了。多亏我这个 U 盘里边保存了各种老师。哦，不，多亏我这个 U 盘里边保存到了各类游戏的源代码，这回我可以成为世界游戏的焦点了。